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圣神感恩节，唔知兄弟你下早起礼拜到即久，有感觉伫咱个中间就真平静、真舒服礼拜神个家伙，有无？感觉很舒服啊！我想这是通欢喜个代志，咱啥也袂记得。万军的主上帝，阮确信，当阮逐个人若将阮的心献予你，一心一意要将上好的献予阮的主上帝，亲像主耶稣伊本身将伊上宝贵的性命献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做祭司一般，阮的教会的确是哪会哪好。阮将阮也袂好势个，暂时放一边，慢慢淬炼，互伊变做上好了后，然后阮要将伊献伫你个面前。主啊，阮要讲哈利路亚，愿圣神嘛伫阮谦卑顺服，伫咧陪伴阮家己献身个过程个中间，圣神不断对阮讲话，不断陪伴，提升阮个生命伫你个面前。主啊，开阔阮个心。安静我的灵，感恩祈祷，靠主圣名，阿门。今天是圣神感恩节。在圣经里面，圣神感恩主要有两个所在，一个是耶稣在约翰的面前受洗时，讲圣神真像真正感恩。然后这个天顶有声对讲，这是我所听的经。然后过一摆，耶稣死，搁我上天了后，50日，然后圣神降临，互遐个惊的名不安，唔知影要安怎样的学生，突然地经验迄个圣神了后。大家人归心转意，因为人生完全改变。然后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阁有一个另外一个名，讲叫做五旬节。请问这个五旬节叫做50日，旬一旬就是10日，五旬节50日，请问这个50日对倒位算起？对耶稣复活迄日开始算第一日，然后一直算一直算一直算，算到第50日，叫做五旬节，圣神降临。啊，这个所以伫圣经内面咧讲，圣神降临亲像真啊，差不多是真两位。耶稣受洗的时，圣神亲像真啊降临，甲耶稣看起来囡仔，对世间宣布讲，伊就是我所听的囝。啊，唔忙，今仔日嘛伫这个时间，圣神要对你讲，不管世间人讲你怎样，圣神要对你讲，你是上帝所听的宝贝仔囝。你要讲阿弥陀佛。不管这世间的人怎样伫咧批判你，不管你伫咧工作的所在，人怎样伫咧讲你，你会记得你伫上帝的手中是啥物啊？宝贝仔囝，这个名分，请你唔通丧失去。唔通予世间任何一个声，任何一个挑战，任何一个打击，迫害你家己丧失这个上帝手中宝贝仔囝这个一份。这第一，圣神充满无顺节，学生大惊吓，学生四散，有的倒转去重新伫咧掠阿弟，有的倒转去走去哩，总是家在孤独地。迄个时也有一挂人，因伫迄个困境惊吓的中间，也搁迫切伫咧祈祷。惊吓的人聚集斗阵伫咧祈祷，听候上帝啊！你的国当是应该。因为在伫你伫咧迫切祈祷、伫困境的中间，你也搁伫咧听候、切切的听候上帝国当里面的人，有
一个你的经验着上帝神要对你讲话，伊要引导着你，然后这个生命不断地伫改变，行行变作臃肿，家己真自私、真骄傲、真固执的人，伊完全伫上帝面前放下家己，降服公主啊，请你用我，用我完全合。性情甲日节常常拢跟伫母亲节后壁，咱来看，咱今年母亲节当时啊，五月节在，咱今仔日五月二四，去年呢母亲节是五月初八，然后去年的性情甲日节是六月十二，啥是母亲节是固定的，啊性情甲日节是无固定的。母亲节拢固定逐年的啥物事？五月第二主日，圣情的感恩节，逐年拢伫倒位开始算？耶稣复活迄日子，啊，所以耶稣复活迄日子，迄个就无共款吼。啊，所以这个算法，但是不管安怎算，圣情感恩节定定拢倒伫母亲节后壁。好，像一个教会，咱一般的教会。啊，诗班啊，教会所有的庆典啊，面对母亲节，甲面对圣神甲面节，像教会中心拢伫咧庆祝倒一个，拢伫庆祝妈妈，因为妈妈好伟大，啊，有妈妈你真好，哎，妈妈我讲，今日庆祝母亲节的时，母亲节的餐厅订到满满，啊，教会大人真袂闲，拢伫咧庆祝母亲节。因为母亲生出生命，因为母亲伫咧培养生命，因为母亲伫咧保护生命，因为母亲的角色伫咧扶持一个家庭。就是若无细伊母亲，母亲真侪时阵失落伊的德行，是咧伤害生命、伤害家庭。啊，真侪时阵，唔通袂记得，咱教会常常甲咱的众生建立母亲节的庆祝，也是唔通袂记得。教会的母亲是啥物人？教会基督教会诞生伫倒来？对圣神充满来。所以圣神充满伫遐耶路撒冷的使徒的面前，伊开始彼得的见证，彼得。开始站起来对那个犹太人讲：“以色列人啊，迄个恁已经定义伫十字架的耶稣上帝已经设立伊做恁的主，做恁的基督啦。彼得敢毋是走去重生，走去咧掠伊惊死？伫圣神充满了伊，回头倒转来到伫迄个耶路撒冷广场的中心，伊站伫遐对人做见证，讲世间人啊。”恁要反悔，要认罪，因为迄个恁顶的是恁家顶的耶稣上帝已经设立伊做恁的主，做恁的基督啦。彼得伫咧话恁要认罪，要悔改，要弃舍家己的路，归向伫上帝。从迄日，大家人啼哭、流目屎，将家己破碎，然后重新献伫主的上帝面前，讲上帝啊，我不过一摆。倒转来做你的子嗣，从对迄日开始，教会就设立，讲一日教会内面增加偌济人，3000人。另外注意一项，伫这个时间以前，基督徒拢伫犹太人的会堂伫咧聚会。伫这日了后，才有家己信耶稣的人，才有家己的基督教会走出来。所以咱讲教会母亲就是圣神，对圣神来诞生基督的教会。耶稣的背景是犹太教，耶稣甲伊的门徒拢是犹太人，伫犹太教，因的礼拜所在拢是伫会堂。圣书今仔日咱变作基督教会，就是对这个圣神充满来转化一切。所以这是一个。信心充满降临了后，第一生命换新，第二教会诞生，教会成做保护生命的所在，教会成做安慰生命、起助生命的所在，
予侪侪多想惊吓的人伫教会得着安息。因为这个教会，若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拢伫即世间伫咧宣布讲，伊若劳苦过重担的，通来亲近我，我要予恁得着安息。啊，问题是今仔日的基督教会，今仔日的永福教会，今仔日伫永福教会内面遮的同工，咱会当真侪迄个予人得着安息的同工群啊无？因为这拢是永远的见证，真侪名是基督教会，但是有人去迄个教会聚会几摆了后，就怅怅然离开，因为无一心敬拜，无一心亲近教会，就无看到教会的问题。一日入去了后，看到教会真侪问题，然后因就失望离开去了。由于咱若是基督的教会，即啊真注意一项。教会常常伫即个时，咱有真侪伫咧宣扬福音，啊伫咧有真侪活动节目的时，咱真侪时阵要怎样调整？我家己做牧师，我真细腻，我爱真细腻，因为今仔日若无细腻。咱个人真侪人嘛毋知，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因为大家人真正拢甲重心放伫母亲节，圣神降临节默默的。啊，今仔日伫即个遮，比如讲中会嘛，甲今仔日当作是彰化中会宣告传道纪念主日，咱迄个圣神降临迄个伫即个要紧的时，咱伫咧办节目落去了后，咱伫咧冲淡圣神降临节的重要性。今日嘛伫圣神降临节，咱伫咧举行圣餐。圣餐对耶稣来设立，耶稣短短33年半的性命，耶稣短短30岁出来传福音，33岁半就死，伊工作传福音干呐3年半。但是这个3年半工作的耶稣，伊一世人所做的足侪动作，每真侪话，变作全世界2000年了后，也搁伫咧应用。这个耶稣真正毋是小可人。你伫一个所在工作施工3年半，你会当留落什么款的卡迹，予遐个人永远甲你笑脸？敢若一项就好，耶稣毋是留落一项，伊做3年半的工，然后到伊死，到伊死的时候，用死刑犯定死，竟然伊讲的话变作今仔日你读教育的、读伦理的、读社会、读啥物物件，读天下拢爱讲着伊的话，每一个行业、每一个科学，你拢爱讲着耶稣的话。因为伊的话充满迄个全面性、恶必性，耶稣的每一个动作留落的，就是一个永远的记号。那而且，咱来讲耶稣为着咱设立一个圣餐，这个圣餐以前无人有过，直到耶稣伊要死以前，这是耶稣伊要死以前所做。因为这个对你对我唔知有啥物意义，我直直咧讲耶稣要死前，像一个人要死前所做的代志，要紧啊，不要紧？要紧啊，不要紧？有哈？我老母要死前甲我讲的话，到即久40几年。我也谨记在心。我今仔做牧师，是我家己国校毕业，迄个暑假我家己入职无唔对。但是即个中间，我的性命拄着一波搁一波，一项搁一项，日日刺激打击。我日日无倒落去，是因为有几个长辈伫要死以前，牵着我的手，日日讲：进在你就去做牧师，进在你就去做牧师。真侪人到你伫死还阁一段真长的路，但是你直直放弃，讲我已经老啊，我不容易啊。
耶稣伊保守伊个脚趾，到要死，伊还佫伫咧做一寡记号落来。咱来读这段经文，咱佫读一摆吼。到底来得来？晚餐的时间到了。就你身边要紧的人，三甲讲话坐倒。今仔日我对医疗系统真艰苦心，今仔日我对现代社会设计我真艰苦心，是。真侪人到人生的尾期，拢予人送去伫病院，转伫急诊室，伫加护病房，伫。真冷机机的机械的内面，予人封锁伫啊，甲外口的家庭、甲外口的世界、甲外口的小一，怎隔离起来？这样我真艰苦心。我望你若是基督徒，你努力一项。耶稣食到33岁，就坦然欢喜面对伊的死。你若食到40岁了后，拢欢喜，但死袂要紧，因为活比耶稣较久啊到的。我即摆食超过50啊，随时会当讲主啊，点点到底佫剩偌久，我毋知。总是咱伫咧把握，也佫会当创什么，留什么。因为特别是到你人生若差不多70了后，有发生什么代志，拢甲你的家庭人交代，讲莫甲我救，救比救我，比送去救护病房，比送去迄个急诊室，比送去迄个 ICU 更加要紧的是，恁拢来到我的身边，我要甲你讲话。偌济人是伫隔离的病房内面。拢来不及，甲上要紧的人交代一挂话，就安尼去了。所以咱中间有真侪医生、甲偏医的人，实在关了恁，用阮无事讲起来。我这是徛伫信用、徛伫伦理、徛伫生命，我讲这真要紧的话。原来是耶稣要死以前传耶稣，我即卖咧反对。反映的、反射的是，咱要死以前，咱要创啥？所以，请会记得一项，我搁一摆讲，虽然我伫中医的边啊，虽然我面对的真侪医生，咱伫注意一项，当你的家属、当你的爸爸妈妈、当你阿公阿嬷互揭出来讲，哇，这是感情的三期尾，这是四期尾啊，然后
检查出来，医生甲你报告了，讲哇，这个已经是四期肺癌。然后医生讲，恁迄个请恁家属来，然后随时甲恁排什么 scan 啊，什么准备要开刀，请恁随时伫遐甲动咧，讲稍等。阮家庭大约需要一段时间。即部分要考虑的是，要安怎把握这个有限的时间，大家人人甲人的心灵、生命的对话。唔是这个时间伫咧做抢救，伫咧做一切，那无最后是咧延长生命，还是咧延长痛苦？这老爸互你想。耶稣伫这个家无咧抢救，伊要安怎免死？耶稣伫这个家用伊个最后的时间伫咧做要紧的代志，等要紧的代志，然后处理好势。等于知影，身边有一群人来当继承伊的使命，伊会当安全转去伫上帝国。我安尼讲，敢毋是？对啊。当你若知影讲，你用心最后三礼拜、三个月，你用心直直甲你的囝离开上帝，咱的旧的囝、查某囝、孙仔，直直甲伊交代，阿公阿妈要去啦，老爸老母要去啦。恁真正都爱转去上帝面前，这是我要死最后无你的财产。你想伊会转去啊？袂？结果咱拢毋是，咱拢伫咧送病。这是耶稣伫咱中间所做。这个只伊还搁伫边仔伫写上帝，感谢上帝。然后才佫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耶稣把手也无伫咧为着伊家己想，也佫所也佫伫咧为着正人的利益想，为着正人的灵魂得救想。因为偌侪你的人生的问题，拢是为着你家己咧想。原来是信心甲认真。咱偌侪人伫家庭、伫教会、伫社会咧出代志，拢是为着你家己怎样咧想。有耶稣，毋是为着我咧想，是为着别人的性命的救赎咧想，为着整体咧想。恁看，迄、那个出卖我的人伫遮，甲我咧同齐倒。因为耶稣其实无设立圣餐的，耶稣设立的是啥？晚餐啊！因家伫遮咧食暗顿，这是一个真平凡的庙，这是真平凡的晚餐。耶稣提升迄个最后一顿。你知影，若要用迄个死刑犯要用枪决的时，伊嘛爱食一顿，对不对？食食的，用个死刑嘛爱食个粗饱粗饱。耶稣伫这个只来食最后一顿，唔通就是讲圣餐对耶稣了到即嘛拢安尼啦，无啦。到保罗的时，你会当看到是哥林多的教会伫咧收圣餐，收到安怎？大家人当去食迄顿，食到起冤家啦，食到啉酒醉啦。所以，咱要感谢上帝，今仔日咱的圣餐比以前耶稣的时，甲耶稣了继续延续。耶稣了后的教会还真凊彩，还阁无完全。即个问题不是伫迄个啦，是伫你的性命。耶稣即个圣餐改变伊的学生，通过圣餐做一个记号，通过圣神降临拍动伊的性命的石头，互伊吹起了后，软落落来，逐个人屈伊降服伫上。即个问题是，咱安怎伫咧看圣餐呐？所以即摆毋是即个圣餐的问题怎样啦？即个叫对圣餐有几种的看法？瑞尼、瑞士的一个神学家、宗教改革要紧的人瑞尼，
伊咧讲即个饼甲即个葡萄汁，这是一个心魔，这是一个记号。啊，即、這个当人进入到耶稣基督三甲受圣餐、三甲坐道的时，咱是这个是一种属灵的经验，嘛是通过这个，咱伫咧表明，咱甲耶稣基督成做一体嘛，甲同神的兄弟姊妹伫圣餐的内面，咱成做一体，咱是一家人。这是润儿伊对圣餐的看法。天主教会，你若看，你若去到天主教会做礼拜的时，你会看见天主教会对所有物件真谨慎，啊，真有礼节，真有礼貌，一步一步拢真细致。特别伫收圣餐的时，非常的细的细致。因真细致，是因为因甲这个饼，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躯。这个饼 is 等于耶稣的身躯。这个葡萄汁 is 等于耶稣的血。哇，真的是耶稣的真实的身躯，真的是耶稣真实的血。哇，这代志就大条啦。所以天主教会伫咧收圣餐的时，伊袂予遮个侍奉人员摕去遐一个一个安尼啦。今仔摕了无好势的时，迄、那个饼碎啊吼，叫落去啦。伊耶稣的身躯，他会使落伫涂骹啦。啊，是迄个杯容器伫咧传传，容器弄着的时，才甲规个袂使。你知神父若伫咧收圣餐，迄、那个葡萄汁若落落去，神父就要安怎？伊个血就去甲支起来了，因为迄是耶稣的血啦，迄袂使甲伫遐啦。啊，因为安尼是有当时啊，一挂大场的礼拜，比如讲今仔日咱的长老传280份的圣餐杯，这个面包吼、哦、较好处理啦，食食咧就好啊。啊，这天主教拢用真的酒啦。啊，这传传遐尼多吼，天主教阁敢若神父会当啉啦，所以会友对最近天气变化，会友较少来，即个啥爱啉啊？拢爱神父一个人啉啦，所以你知影天主教的神父，大家人拢比我较好啉酒啦，迄孤单朋友起来，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血啦，袂使。这是一种对每一个对物件无同款的教会、无同款的组织，伊对这无同款的看法甲解释。所以，一项事是一个问题，你怎样看、怎样解释，是另外一个问题啦。OK， 加你问，咱长老教会甲继承的加你问啦，考面真考面。伊的神学论点是较无注重这啦，伊的要点是修的人、修圣餐的人修了后，你性命有改变啊无啦？啊是干那？你甲这个当作一个形式，一摆搁一摆，一摆搁一摆，他妈的修圣餐，然后对你原来性命一点啊都无改变。已经受圣餐20年、40年、80年啦，你的个性同款，做法同款，那安尼讲了然啦，你受圣餐几十年无效啦。啊，你问一个重要，迄个受圣餐的人啊，你一摆过一摆，你的性命有咧改变啊无？啊，你猜出多一项无？我想无定论啦。无定论，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接受这个是上顶啦。长老教会也加入加你问这个要紧修了了，你性命改变偌济啊？咱的性命哪有改变？圣神降临者对你就有意义啦。咱的性命若有改变，
一摆又一摆的受圣餐，对你就有意义啦。咱的生命若拢活伫旧的我，然后圣神降临前，佫经过50摆、100摆的纪念，迄敢若叫做一个形式的礼拜嘛，尔受圣餐嘛，同款。因为咱即摆拄转来伫受圣餐，受圣餐伫即个圣餐前，耶稣真要紧一只的学生，到阵来到伫伊的面前，来看约翰17章，耶稣一引话来做最后的祈祷的祈祷声，恁着彼此相听，恁着合二为一。学生啊，我已经甲恁斗阵剩无几点钟啦。即句我会当替恁祈祷的，就是伫遮，恁着彼此相听，着合二为一。魔鬼亲像猴狮，直直要吞食。啊，恁若相听，众人要知恁是我的学生。恁若合二为一，搁较安怎样？魔鬼还是罗马帝国？即、这个大豺狼来，伊也袂当伤害恁。虽然个体性命受伤，整体上帝国会拿来拿完全。因为为着彼受迫害的人有福气，因要称作上帝的子。啊，伫即个圣餐最后的晚餐，耶稣要替因一个洗脚。甲因讲，我做恁的先生，做恁的老师，也搁甲恁洗脚，所以恁也着彼此洗脚。毋通骄傲你家己，毋通为着你家己活，着屈膝，着脱去你高贵的衫，就跪落去，伫需要的人的面前替伊洗脚，甲伊服务。耶稣讲，我已经甲恁留落即个，做恁的模范。伊就照安尼去行，即拢伫最后的晚餐，伊咧讲咧。然后伊就擘破伊的身躯，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然后就讲，恁逐摆饮这个杯，这个就是新约，伫我的归所设立的。哎呀，伊的生到伊的死，一切为着应跟上帝的约人，因为这是一个新约。当耶稣受洗礼，圣神伫遐降临，讲这是我所听的囝。耶稣领受这款的身份了后，伊一世人伫活、伫讲话、伫行做，只有一项应跟上帝第一人，伊无为着家己。今仔日。我做牧师也好，你做长老，你做执事，你做同工，你无论你逐摆，你若甲人咧创啥物特别的冲突，你无共款的意见，你若为着家己有主人面，会对咱领受这个职分，咱就一心一意为着众人，特别为着需要的人，为着疼人疼到挂巴倒贴，这个就是咱要为一生留留落来。为着听人听到，你有可能爱冒性命的危险，这叫做好的撒玛利亚人。偌侪宣教师为着听人，偌侪传道理的人为着听人，做啊听到误会，抓你关，出来了，你阁继续听无？那是真是耶稣阿心嘛，讲别主啊，我阁继续安尼，因为迄是理所当然。因为修圣餐也好，洗礼也好，迄拢是将甲主入用，伊的性命已经甲以前无共款。咱真多谢，有只圣华被带咱来高路上帝现的死，伫这个遮有几项。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诗班带咱入的死，伫遮讲圣神请来甲我住，互我安怎？哦，耶稣来我。圣神充满一个人，圣神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真要紧的是，搁予咱一日有耶稣来活，平安正当充满我，予我温柔亲像子啊，哪行哪亲像耶稣，
那亲像耶稣，日日那亲像耶稣，因为这个就是圣神降临的抓住，直直甲你扭，扭来到伫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互你勇敢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对伊行。耶稣讲：“来啊，来跟随我。”恁若真正对我较好行，我要互恁掠人亲像掠鱼一般，带人亲像网鱼一般。恁来跟随我，耶稣讲，恁若既然要跟随我，哎，恁就背恁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大家人，你我咱的十字架拢无同款，但是你着勇敢背起你的十字架。基督徒袂当成做一个无责任。还是弃十字架逃走的人，所以无海山，在你的处境的中间，只有流着目屎，还着是我继续跟住脚步向前行。每一摆受圣餐，就是这样的日子，讲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每一摆要受圣餐，咱拢伫咧定心伫祈祷。伫我的人生，我若无十字架，就无荣耀。所以我的十字架即位后，伫我的顶仔头仔无。毋盲你有听的十字架，你有真正的十字架，你有荣耀上帝利益人的十字架，总是你毋通食做别人的十字架，人心的利益。阮将阮的祈祷，将阮的礼拜，将阮的懊恼献伫主上帝的面前。阮将阮的决志，跟随耶稣，这个心意献予十字架顶的耶稣。愿你继续找圣神伫阮的中间，充满阮的心，予阮会当做耶稣好的儿子、好的学生、上帝好的儿子。感恩祈祷各处的名。